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蒙。好的，来往我们的 KO Four Star。OK， 那今天是8月23号。好，一样玩这三只的哦。那我待会会打一下工会讨伐战。上一期打是路卡尔嘛，那这个一样可以打，所以说这一组一样跟那个快打组合一样，你都可以用。就是工会首领战的路卡尔啊、鸡翅啊、影夫呢，还有那个诺诺提尔都可以过，这一组也是可以的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然后我也都是三星嘛。我们先来看骨科长吧。骨科长的话，我们上期的影片我有看到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看内容啊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那我们那个有热心的网友留言嘛，留言把一些内容打出来啊，我来看一下他打了什么东西啊，等我一下、哦。OK。就上次那个合作的那个意愿投票，然后还有本来想要在第一次就加入花郎，然后因为技术不成熟只能放弃，然后再来就是会有一些独特的操作，花郎跟那个阿丽莎，再来就是变性菜宝级的点子由来，然后花郎小游戏，然后乱数活动。他有贴这些分析啦，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巴哈，也有人整理巴哈。好久没，也不是好久，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热了嘛，然后也没有版主了啊，没有在管理，所以就没有热度啊。巴哈的话，我会把那个网址附上去，好不好？大家去给他支持一下，帮他按个 GP， 不然我切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是人家分享的，不是我，我只是把它弄出来，转传一下，让更多人看到。可能你也不是很在意吧，也不一定的。好，我切过来一下。因为我是录 720P， 所以字幕会比较不明显一点。好，是这位玩家。C 凯，他的昵称吧，然后这是他的账号吧，我也不认识他啦，就一个比较热心的玩家吧。还是有人会贴情报嘛，我们这个巴哈的讨论区还是有人会贴情报。好，这个是上次公布的结果，有分国际服、韩国跟日服，韩服跟日服、国际服。哇，我们真的是真能快打欸。国际服玩家比较喜欢，欧美玩家可能比较喜欢真能快打吧。还有七龙珠哦，七龙珠也有一阵子也有比赛啊。铁拳，日韩第一没有铁拳啊，那难怪有铁拳的吧。海贼王、漫威我也蛮常听到的啊，就是我听到真人快打，漫威我有听到，其他的我就比较不知道了。哦，就我比较知道，比较听说就真人快打跟漫威啊。好，然后这就是刚刚那个我们网友有分析啊，就是这个嘛，想要加入技术没办法重现，因为早期的角色只拥有三种技能，他的意思是这样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来是翅膀，我们现在有四个翅膀啊，空间的，陆地774的，还有女天狗，还有地基。好，大家有兴趣就来帮他看一下，按个赞吧。现在没有人帮他点 GP 耶，一个小时前发布的，我是刚好转过来看到啦。反正我会贴来源嘛，我会贴来源，这是私人压会。这边有一些画面吧，他要把它截取出来。新增游戏模式 ，Boss Shadow， 是不是 ？Shutdown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玩、啊，好，我们帮他按个 GP 一下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那个需要你的攻略，需要你的资讯分享。
好，就这样吧。那我们就来玩一下咯，玩一下这三只。一样啊，牙刀目前 bug 没修嘛，所以它的那个效果就会差很多。不然到时候 bug 修起来应该是最强了吧？最强组合应该是这一组了，我觉得。哦，我觉得，就同系列的组合应该是这一组是最强的。目前啊，合作出来不知道嘛，合作出来再说。牙刀，牙刀，牙刀。牙刀这个组合很好用，然后这个一样没有修，不然你那个攻击力多 40%、欸、多猛啊，你换一下人他要多 40%， 然后神圣电击又增伤 55%， 对不对？核心这个回能量是还可以啊，立刻补 40%。 好，他是一个很称职的队长啊，我们就来吧。工会的话是这样啦，我昨天发布之后果然没什么人想要加入。后来有人加入我啦，有人在频道在我们那个讨论区说要加入我啦。可能他一开始在 YouTube 问吧，然后后来看到 YouTube 有留言，我就跟他说加到那个 Discord 里面群组，这样比较好联系啊。不然你在 YouTube 留言很难找，因为那边算是一个留言板吧，留言那我要看到他有留言，到时候加入比较麻烦，因为我们这个收人是这样，就会满人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成员，你看加入申请满人的啊，满人你就没办法申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要赶快，我要提前记得把它拒绝掉，就是这样啦，就是这样，所以才要沟通嘛。你申请了，我确定你申请了，我再来收你，或者是满的都赶快把它删一删。有公会那个成员是说首领挑战希望能1000人嘛，打1000人，好严格哦，因为有些人根本不打、啊。我们需要那么严格吗？还是轻松玩就好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。反正箱子该拿都拿到了、啊。好，这个首先它是电击嘛，血乳蜜刚好可以克它，然后这边也是可以克电击跟冻伤，血乳蜜都有。然后三血路卡尔是出血嘛，然后是出血中毒啊。啊，三血路卡尔是神圣嘛，牙刀可以克啊。然后那个 Inferno 是出血中毒，菜宝级可以克一下。那如果你觉得爆不够快的话，打手可以换。反正我们现在基本上打手都有，全部都有，神圣打手也有嘛，全部都有了啦。负面打手好像都有了。那我这边就配两只负面打手，一个是冻伤的，一个是电击的。我这个10秒，这个7秒，全体的，所以说不一定要打到他。你最好配那种全体的，所有的敌人，这样比较容易中，不然你被他闪掉就没了。这个我随便配个7秒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10秒的，要找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打电击，我就打个5000M 吧，电击打5000M 应该没问题。手把刚好要断线，好，准备来吧。这只机师比较麻烦，就是你要嘛就闪到旁边去，他如果放那个地上那个火焰，那个有负面5层嘛，暗黑；要嘛就是你就奥义长奥义中断它，可是这样又比较拖时间。平时的话，我都闪到旁边去啊。就当他时间到了，随便打，反正我们这个没问题啊，我们还有那个玛丽的电击。
就是那个蔡宝琪有时候会穿坡，直接穿过去，我不知道怎么他那么会穿啊。哇哇哇哇哇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蔡宝琪很灵活，对不对？超级灵活啊！我觉得他很灵活，就他可以进那个闪招嘛，也可以那个内建闪招，很好用。抓他！喂喂喂，兄弟！你还不奥义哦，奥义了，随便玩随便玩。这个跟他亲密接触，我觉得有点恶心啊，跟僵尸亲密接触。不怕他啊，让他地板跑出来没差，他晕了。哎呦！怎么这样？随便打都5000 M 哦，真的随便打。OK OK。亲密接触。味道应该不太好。还不来？他这样没奥义。我要被他震的啦！我真的没有那个克他，我要被他震。好，我现在退出。哦，这5000随便打都可以。这三只的那种长奥义都是可以中断它啦，所以随便都可以破它。只要你不介意时间花太久的话，你看大家都打5000-6000，好认真啊！你们这些太认真了吧？太认真啦！这个都满星嘛，满星伤害一定很高啊。这个满星。伤害比较高，好，这个是电击嘛，雪鲁咪电击雪鲁咪，好，这个也可以啊，这个玛丽电击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就随便打，我之前也都是随便打哦，龙有电击，好，电击龙电击雪鲁咪电击，就龙雪鲁咪玛丽。哦，这个伊格尼斯应该有电击。OK， 这个就用这几只啊。好，目前都用这几只。好像因为我这个组的人比较少吧，应该是没有吧？没有，只有我啊，有这边哦，这我啊，这我今天随便打的。我今天起床随便打4500，这个也是随便打，这个比较难打一点，因为不好破。然后你有可能会提前死掉，不小心就死掉。如果你没控好的话，就懒得打，就躲在旁边等时间过啊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冻伤跟电击的。OK OK， 我的牙刀有那个冰冻嘛，所以我这次会用牙刀出来一下。然后冻伤加那个电击，
他那个该怎么说，他那个有点少啊，就是那个布拉的那个七秒冻伤有点少。他的那个震不动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超弹蔡宝琪，超弹蔡宝琪，他是拿我们没辙啦。说实在，我闪了啦，好不好？我闪了，我怕你，可以吧？我怕你。我不小心把那个电击给用掉了。因为他技能二是会把他爆破的，好爆掉，再抓他一下，我们不要放长奥义啊，懒得放长奥义。好，长奥义一下，没办法没办法，可惜啊，我那个后面两要消失七秒不太够用。没爆到，可恶。没事没事，等下那个学文秘书来弄他。刚蔡宝琪可以冻结时间欸，转转转转转，反正他那个火焰弄出来，我们就转到旁边去就好了。超好用的蔡宝琪，我觉得啦，超好用的。跳舞啦，这个学武兵就负责跳舞啊。好，跟他跳舞旋转。再转一下。哎呀，没弄好。我刚刚想了一下，说要怎么弄，没弄好就是这样。就是我想要那个。我想要牙刀下来，然后放个那个放个打手冻伤，然后再换那个蔡宝琪，没换老死掉了。因为他那个负面那一招真的有点强啊，负面地板那个叠五层就有点痛啊，大概是这样，也是可以打五千人嘛，我觉得也是可以打五千人 Infernus， 就是你要换人换的好，基本的五千人吧。好，大家也都随便打而已啊，大家都随便打打而已啊，不用太在意，大家都随便打打而已，就打好玩的嘛。如果你快打组合用命的话，就是要上新角啊。刚的顺序是牙刀冻伤，然后换蔡宝琪电击，然后把他打爆，然后等他醒来之后不是要长奥，他不是要放那一波嘛，然后我们就蔡宝琪中断他嘛，然后换雪鲁咪出来跟他打，雪鲁咪有自带电击跟重伤，就这两只可以破他嘛，雪鲁咪可以自己破他啊，如果他真的要放那个地板那个火焰，我们自己奥义就可以了，雪鲁咪奥义也可以，然后雪鲁咪技能再可以是回血，这两只可以，这其实蔡宝琪可以保持血量，刚刚就失误吧，没办法，我想太多，我想说等他快醒来再换人。就看你要怎么玩啊，自己分配一下。OK， 那剩两天嘛，今天是礼拜二，然后再礼拜三，礼拜三再发一部影片嘛，然后再就等礼拜四啦，礼拜四当天吧，当天我下午再录吧。希望他不要更新太久，不要太晚，太晚就没办法录吧，再看情况吧。好，工会首领硬币
挑战硬币。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咯，就一个骨科长嘛，你们想看的人我会把那个影片啊，还有那个巴哈的心得啊，巴哈的那个翻译之后的一些贴上去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看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